我今天还要见着村长。对呀，村长在那边等。吃完头发，吃完饭，就去找村长。我最爱喝粥。我爸把这个梳子给你冲了一下，梳头发。好的。火龙果我爱吃。你现在就可以吃。好的。自己吃一个。但是火龙果它会脏我。沾我嘴上的它这个痘痘，没事，沾嘴上擦就不用擦。对了，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吧，啥事？吃火龙果，舌头会变红。你看看，你咬我第一次输，你能？你可以给我这样，然后不带那种的。你可以给我数 beat， 就各中间分个印儿。是，我再分。不是那么分。我告诉你咋分。是个中间。我就是在中间，就是在中间分的。这样。就是在中间分的。这样往下整。啊，是。中间这会儿脑髓印往下的。好，这样对吧？对的。我早晨起来，小手还滑了呢。小手还滑了呢。对呀。为啥？因为你刚洗的手。我穿这个，你猜是像什么人？像什么人？就是我穿这衣服像什么人穿的呢？这衣服。你穿这个衣服？嗯。那小公主穿的呗。不是。那是。你猜哪个剧里边演的人？那个剧里边啊，对啊，那个剧里边演的那个人，哪个剧？这是，是不是你们那剧？就是《楚乔传》里边那个剧里边，《楚乔传》穿这个衣服？对啊。你不是《楚乔传》不是古装吗？是昨天你穿的那个衣服差不多。昨天我穿这个衣服，这个有这个袖子哎，这个不有这个袖子吗？好像楚乔传里边，好像楚乔，对不对？对。你喜欢楚乔不？喜欢。我带你去给爸爸找你带他玩，就带你找他玩就好了。好的。楚乔不化妆，我想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的。也是那样的，也是很漂亮的。一直是很漂亮的。对。为什么你喜欢楚乔啊？为什么我喜欢楚乔啊？因为他勇敢啊，因为他很勇敢。你喜欢黑色卡子还是胡萝卜卡子？我喜欢黑色的。黑色的就是不带颜色的。嗯。不带胡萝卜和小熊猫的。带胡萝卜和小熊猫。对，就是平卡子、四枚卡子，你要的话，行。你要那种吗？还是要别的种？我都行，你送我一个就行，好不好？好的。你不是女孩，我给你送一个黑色的。好啊。你不是女孩，你要给楚乔别上。楚乔别上。行吗？行。你要给楚乔别上哦。好了，哇，完美。但是这个辫子我感觉很紧。紧点就对了，宝宝。皮套都给我整脑袋里边。整脑袋里了。能不能拿掉啊？你要不要别卡子？要的。是吗？我要别这个。这个在里边。这个在这边。好的，来。你会戴吗？你要摁我头。是，我要摁你头。摁拽了一会儿。看，漂亮。你看。哇，好漂亮！这边再戴个小熊，好不好？然后我一会儿送你。一会儿送我一个。你喜欢胡萝卜的吗？行。你还是喜欢黑色的。我都。你喜欢什么色的？我给你。你喜欢什么色的？完美。
你喜欢什么色的？鼓励一下宝宝。你喜欢什么色的？我喜欢黑色。好的。你爱吃火龙果吗，宝宝？我告诉你。你。但是，你要黑色的话，就是这种的了。行，那你给我一个这个吧。好吧。我就给你三个喽。要保存好。谢谢你，我的小宝宝，爸爸装兜里啊。我再给你送一个黑皮套，看看，我有100个黑皮套。你看，就这个黑皮套，你要一个。好的。嗯，好的，谢谢你，宝宝。你送给他，你觉得他有啥用吗？爸爸装兜里了啊。他要给楚乔带上。让我给楚乔带上。我再给送给你一个胡萝卜和小熊猫。我不要了，宝宝，你留着带吧，好不好？你要。啊？你要。我要那么多没有用啊。为什么？因为爸爸不带。你要给楚乔带上。又给楚乔。楚乔漂亮，你要给楚乔带上。行，好。知道吗？好。等我下次见了他，我一定给他带上啊。好吗？好嘞，谢谢你，宝宝，我替楚乔谢谢你。不客气。活在电视剧里的孩子，太可爱了。咱俩边玩边吃，好吗？好吧。边玩边吃，你吃，你再吃五口，咱们就出发，好吗？好的。你自己数着啊。那我先。妈妈给你卷卷，张大嘴。啊！哇哇，还有鼓掌，跟他们 say hello， hello， 你们好， hello， 你跟他们说我是小厨师小山竹，哈哈，你是大厨师，我是大厨师啊，看看这有什么，哇，这有什么？黄瓜，黄瓜，这什么？我告诉你一个字儿，那是西兰花 ，chocolate。巧克力，巧克力，对呀、啊，巧克力，对，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对的。土豆，这个土豆，还有大葱，大葱，大葱。好，各位亲爱的宝贝，各位亲爱的老爸们，要给大家提问一个问题：咱们山西什么吃的东西最有名？面食，刀削面。所以呢？来，要告诉大家啊，我们现在马上举办的就是《爸爸去哪儿》第五届面神大赛，各位参赛选手请注意，《爸爸去哪儿》第五届面神大赛马上开始，请各位老爸喝酒，各位，首先，请把面顶在头上，看都看不见。爸爸先加火，加爸爸开始吧。面削的块越来越大，你们一定要记住，你们这样比赛是刀削面，不是油条，好不好？
不了的，有的选手的面笑得太大了。哦哦，整个都下去了，这笑的看起来不错哦，很平啊。我修完了，我修完了。哇，有宝藏哦！好了，可以了 ，finish。可以了，我打的可以了。师傅，咱们现在可以开餐了吗？来啊，来啊，去吧，去吧，去吧。尝一口，帮你拿，煎一口。去吧，去吧，去吧。是吗？刀削面，真的假的？爸爸刚从头，尝尝，是不是还行？杜叔那爸爸不太。吃吗？再吃个黄瓜。颜色怪怪的。可以。啊，试试看，不要看。是不是可以？还行哈。你尝尝我这，你这个看着还真不错，吃着也还行。味道你们来一个快尝，好，色香味俱佳。好吃吗？好吃。吃面的，好吧，来介绍一下，来介绍一下你的这个面好不好？我这个是遵循了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用最简单的食材跟拌料，就是抠出食物原来的味道，就是最常见我们酱油醋。生蒜和生葱，黄瓜生，全部都是生的。实际味道怎么样啊？怎么拌的？我们村长尝一下吧。来尝一下，好吧，村长来啊，来。这个都搬来了，把我们打光啊！哎呀，酸爽！哎呀，酸爽！还是真的要吞下去。真的，你要吃一口它的面呢，直接打通任督二脉，对吧？连尾椎都在冒汗。孙悟空，哇哦！好像猪。爸爸给拿着，你看戏吧。哎呦！哇！哇！这太难了。会吗？二人转是吧？哇哦！哇哦！哇！哇！厉害！哇！哇，好厉害，是不是？那说话哪谁看上了？哇！我有点讨厌了。哇，这样好难看的。哇！
还有火眼金睛。哦，耶！叫我们朋友要甩棍子，这个真的很难。对啊，甩棍如果真的棍，我是会甩的，弄在木偶上，弄木偶上就不行了。宝贝们，我们的叔叔阿姨们表演的好不好？好。哎，大家可要知道，这可是我们山西的这个传统民俗文化。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世界非物质遗产文化，所以呢，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些个表演，看上去虽然简单，其实非常不简单。我看上去就很难呢，对不对？而且你看到那个金箍棒可以甩，而且那个手绢，对不对？还有，我一开始以为那个手绢是固定在那个手上的，对，它可以飞，结果飞起来还能。还能拿木偶接住，这是接下来要爸爸们和宝贝们来表演了。是哇，我们就能得到很多很多。我想表演那个卷子，卷手绢那个是吧？好了，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加油了，掌声鼓励他们。Yeah. 在接下来的表演当中呢，我们会有全国许多许多许多正在看火山小视频 APP 的朋友。他们会现场及时来给我们投票，给我们打赏。如果表演的好的话，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钱会捐给我们当地来保护我们的非物质化遗产。所以大家是不是觉得我们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哟！所以你们要很认真的加油！加油！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戏拍成我们最棒的一个默契，好不好？好！你们会不会学会那个手绢的空中飞？会！会不会耍一个金箍棒？会！有没有吹牛？有，有。你选哪个？选丢手绢的。丢手绢。老师，哪个是丢手绢那个来着？手绢来，手绢。是不是这个？嗯。小圆桌。嗯。你要不要给你转一个？厉害不？山竹，你再选一个，你再选一个，咱俩看能玩个啥？我选一个那个小猴子。小猴子，行，那你拿个小猴子。你是不是叫小猴子？对呀。那你猜我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小仙女。我叫小猴子。叫小猴子啊？那小猴子，我们交个朋友好不好？好。你看我给你表演一个节目好吗？好的。好，谢谢。别客气，我的节目就是转手绢，你看，好啦，我们是不是转起来？哇，好厉害呀！哎哎哎！手绢好厉害啊，能搅成一锅粥，厉害吗？厉害！你喜欢看我的表演？喜欢。那你亲我一下。哎呀，谢谢你。不客气。耶、yeah.。小猴子，小猴子，嗨，你愿意跟我做朋友吗？学会了吗？我没有朋友。那你愿意跟我做朋友？这个还很沉的，这个。握握手，握握手，好朋友。我们是好朋友。那我们从此以后就是好朋友了啊。你好，你好，你们俩是朋友吗？是好朋友，你们长得一样，对不对？她是我妈妈。她是你妈妈呀？我也去煮饭了。你也去煮饭了？去煮饭了吗？对呀，妈妈最好看，你也好看。那你想吃什么今天？她想吃苍蝇兜和清米饭。吃饭了，饭来了，快！饭来了，饭来了，吃饭吧。饭。饭。啊，你们真乖，好吃不好吃？好吃，妈妈做的饭最好吃啦！你要不要吃一口？好，那你给我吃一口吧。谢谢你，小猴子。不客气。谢谢你，多吃一点哦。吃饱了，我们要休息。在休息还是你睡午觉，对不对？晚安。好，晚安。就放在一起睡觉。小珍珠，我们要开始了，好吗？好的。来。
我来了。看他们俩。Hello。哎。Hello。你好。我叫小猴子，你叫什么？你叫小猴子。对呀。我叫小仙女。哇，小仙女你好。你好。咱俩握握手吧。握握手啊。好，那你不介意的话可以这样握一下。你好你好。你好。那我们现在是好朋友了吗？是啊。那我想为我的好朋友表演一个节目。可以呀、啊、可以、啊、你想看吗？我愿意看。好。哎呦，你是谁呀、啊、我是小猴子。你也是小猴子啊。啊，那我给你们母子两个一起表演节目好不好？好的。好。我的表演要开始了，有可能会演砸哦。上来说的挺清楚的。我要看。来，这起来。再给我一次机会啊！小猴子要看。一二三，快点！你们觉得我表演的怎么样？现在跟我们的表演挺好的。那你们想不想跟我学呢？可以呀。好，小猴子你跟我走咯。好的，走。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小山竹，还有谢谢泡芙。Hello， 你叫什么呀？你也叫什么？我叫小山竹。我叫陈一姐，Hello， 你愿意跟我做好朋友吗？好。握握手。来，小帅。握握手。可以啊。今天我们表演的是就是。在干嘛？嘿，大哥，头头在绝里烤浮木，哇，在外烤朋友，是，哎，列为壮士，哎，列位，哎，欢迎来到我们这个华北镖局，镖局，哎，做一个好镖师嘞，除非这个步伐要稳，哦，步伐要稳，哎，要不这个拳术要灵活。令货上心令货，哎，还有就是这个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眼观七眼，不是，我是这个行走四方，我也搞不清我是哪的人啊，大家看，我们首先先射左边这个，哎，你射中哪一个，这就是这个项目，它中间那个。倒立不是说倒立肚皮舞吧？不是倒立劈叉，不是你左边射的是项目，哦，右边射的这是人，哦，谁射到什么时候谁就做什么，这样懂了吧？懂了吧？懂了，所以要射两箭的，哎，自己射自己吗？还是别人？谁射中就谁干？你也不一定可以射到啊，射到别人也可以，对对对。好，来，我们就要开始了啊！我们开始啊！一人一箭机会，谁先射？我这个摄像是不是磕一下？这个弓好专业，我摄像先去那边。摄像你要在旁边吗？拍我们箭过来的。No sleep till。大家共鸣一点啊，每人一
好了啊。等会儿，等会儿，有一个水下唱歌是什么？就应该是要在水，对，在水的下面。什么什么什么？哦，哎呦，水下唱歌，你说不要弄哪个就用到哪个，真的要这么快吗？其实水下唱歌算好的，我觉得比啃脚跟好。不重，没写水下啃脚跟就不错了。镖头，雾，雾，那个吧。不，我怎么水下唱歌？哎，不可能！哇，真的要在里面唱歌？哎，真的是雾哎，真的是雾，雾，是你，这一届大新人了。哎哎，你这个水它下不去吧？不不，我还要加水，对吗？来来来，我们公布一下啊！呀、yeah. ，你要唱那个“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就一口气在水下把它唱出来啊！我们得在外头能听到你声音，吸一口气在底下唱。真的吗？唱不出来啊！水不是不传声吗？当然，那是传声的。传声的。我们离哦，金鱼就是用水传声的。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已经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项目了。哦，什么时候完成什么时候算，不着急啊。挺好，挺好。加油啊！来，慢慢就。对，大河向，你先唱一遍，就是在上面唱一遍，看你会不会唱。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擦北斗啊，嘿嘿，擦北斗啊。对，大声大声，预备。那你们不要听见了告诉我没听见啊。不会，我们都是诚实的。我们这个标准一个标准。我们这个表句啊，就是诚信二字，是吧？我相信你们，我只是不相信标头而已。我们怎么这样欺负你呢？你说。好，来了。啊，预备，去。有听到，有吗？有了，音准有点问题，最后没唱完对吧？唱到啊 ，OK OK， 哦，是没有。有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姐姐，你就可以说算你狠了。我突然觉得我把水下唱歌这个项目给占领了以后，好像这个游戏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了，没有什么意思了，对不对？太难的是不是？哦，等我把我的头巾扎好啊。刚才你是什么？啊，啥？不好意思啊。没有拉安度啊。刚从水下出来有点懵。哎，在家靠父母，在绝里靠父母。在外靠朋友，一般他呢有时候有一个那个卡的东西在那里，所以比较好。他这是没有。终于，有漂亮，漂亮啊！再来，来，朋友继续啊！歪的有点多，哎，朋友。在手里呢啊，不错，啊，是不是？下。我都不会弹。Sorry。来，朋友，问你一下，好，你是不是眼神有问题？我发现你瞄的就是那个，你可以演很准，很准，是不是？镖头走南闯北，刚从新疆回来，第一只眼，第一只眼，剩余加那个位置就可以了。第一只眼，对。哎，我说就是，所以我说你这个弓，它真的有点，来，它是往斜上的。哎，来，朋友，你眼睛往这边看一下，你往那边看一下。你刚才射的时候就对着那边射。我试一下。对啊，如果是真的这样，那真的证明我眼睛有问题。你藏在一个地方，你藏在小人那儿射。小人那是。我跟你讲，会中哦，会中哦。如果真的是这样，真的就是我眼睛有问题了。你果然是眼神有问题啊！你射镖头的时候，你就对着倒立射。别，我那边好，我怕你碰到那个甲啊。
那边的同仁呢？哎，这么多年原来就是先师。带着一种偏见在看这个世界，我找到我自己的技巧。我知道瞄别处是不是很怪、啊？二哥，没问题，承让，承让。倒立是怎么样呢？要怎么？我觉得这个射特别准。我觉得射的特别准，因为这里边估计只有你能倒立，是不是？啊！哇哇哇哇！厉害！哇！耶！还有没了吧？没了，没了吧 ？OK OK， 都完了。爸爸，我们救援，可以去哪呀？去到比月亮和太阳还远的地方哦。那我们可以去未来吗？可以，马上就去，跑就是。我的家里有一个人哭三头六臂的小木屋，我有一天他比冬天还要严肃，有来比的让我笑哭。谢谢你光顾我的小怪物，你是我写过最美的情书，春天的蘑菇，秋日的原路，因你年长出幸福。老爸老爸，我们去哪里？宝贝宝贝，我遗憾留加倍，快问问银河护卫队。老爸老爸，我们去哪里呀？太空里已经开出了鲜花。宝贝宝贝，时光机的魔法在未来等着你长大。嘿，我的老爸说这几帅炸，谁说的？对了吗？对，现在是上个呀。如果老爸，我们的心情都有点复杂，偶尔搞糟了，你想想办法，我们是那么晚的一家。